男孩女团 New Jeans 今年三月底在台北民生社区拍摄 MV， 被许多民众目击。为了防止拍摄内容曝光，现场工作人员将附近封街，加上是非公开行程，许多粉丝都希望不要在网络上传或转传 New Jeans 在台湾的消息，连五月天阿信都被要求删文，一度引起争议。而 New Jeans 新歌 How Sweet MV 终于在24日公开，艺人许凯浩也将存了近两个月的偶遇 New Jeans 影片兴奋地跟粉丝分享。许凯浩当时开车经过民生社区，意外亲眼目睹 New Jeans 的拍摄现场，他还特地绕回去，虽然只看到女孩们的背影，但还是让他十分满足。而且为了避免提前曝光 MV 内容，他也忍了近两个月才跟粉丝分享他激动的心情。 How Sweet MV 除了在台北民生社区取景外，万里、广华、礁溪等地也入境，让许多粉丝纷纷前去打卡朝圣。